Lesson 11. 我们坐火车去北京。We'll go to Beijing by train. 大卫，你要去哪儿？我明天要去北京。你怎么去？坐火车去。你怎么去火车站？坐出租车吗？出租车太贵了。我坐地铁去。你一个人去吗？是啊，你去过北京吗？没有。那我们一起去吧。好啊。你有自行车吗？有啊。我想骑自行车去商店买东西，明天在火车上吃。好的。New words. 要要 To want to wish to. 北京北京 Beij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怎么怎么 How. 坐坐 To travel by. 火车火车 train 火车站火车站 railway station 站站 station stop 出租车出租车 taxi 地铁地铁 subway metro 一个人一个人 alone 自行车自行车 bicycle 骑骑 to ride text 2上个星期五我和大卫去北京旅游了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不是坐飞机去的坐出租车去火车站太贵了。我们是坐地铁去火车站的。我和大卫都没去过北京。大卫想去北京看长城。我想去吃烤鸭。长城很长，很漂亮。烤鸭很好吃，但是太贵了。我很喜欢北京。Text 2. New words. 上上 Last. 旅游旅游 To travel. 飞机飞机 Plane. 长城长城 The Great Wall. 长长 Long. 烤鸭烤鸭 roast duck